你好，打扰一下。没想到今天还被甩个大讪。这杯是那位先生给你点的。我的脖子突然有点痒，这边蚊子有点多。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处理掉它。那就麻烦了。你是新来的？我叫张唯一。看起来不错。嗨，你好，结账。哎，手机呢？我手机好像落在公司了，公司在这个园区里。你先记账吧。那这杯就算我请你的吧。那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我真的不想赖账。我是这里的常客。好。我刚下班。下班来这里喝一杯。可是我刚下班嘞。不过你有没有兴趣学调酒，就是自己可以在家做那种。你这样教我就会少一个常客哦。我就是老板啊，我叫张永一。你不是叫张唯一吗？原来你还记得。我记得。来吧，开始吧，先拿这个。是这样子拿的，看上去先倒45毫升的威士忌进去。哎，这样子不好看，应该这样子拿才对。刚刚教你怎么倒的。对的，要敲。好，抓住这里，再拿住这里。就好了，然后这杯酒就完成啦。你闻一闻怎么样呢？还不错。你要试一下吗？所以你平时也爱喝酒吗？没有，我平时不怎么喝酒的。不怎么喝酒，还经常来这里。怎么有人不喝酒，都可以把自己喝烂醉？喝完晕吗？有点，感觉昨天喝多了。确实，昨天感觉喝多了。来吧，先躺下。怎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？我喝醉了，平时做的事情都不太清醒，所以如果我……好了，知道了。来，这是蜂蜜水，快喝吧，喝完醒酒的。居然没有生气。看来我要去快点吃的，我们人呢？怎么这么严肃？我昨晚一样的衣服，难道我感觉有点感冒了？冰箱里还有些别的东西。有一件呀？怎么了？我就看着挺好看的，我也想买一件。我没有哎。没有？我没有啊。完了，请错对象了。就，你也着凉了？没，昨天可能被你传染了吧。要不，你俩隔远点。
什么意思？我亲的该不会真的是他吧？居然不是他。现在是清醒的，我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我昨天还难过一整天了，我以为这个是个意外。可是我早上问你有没有跟他一样的衣服，你也否认了呀。我不想和他穿同样的衣服呀。你还挺厉害的，一杯酒就敢亲别人。没有酒我也敢。没事，我喝了。